报警了没有？报了。好，老刘，报警了就行了。哎，老刘，你不用太着急了，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。来，喝口水，啊，别老这样。哎，老刘，上哪儿去？快跟着去看看啊！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上哪儿去啊？上哪儿去？我找人。那我跟您一块儿去找。用不着你，你走吧，你回你的深圳去吧。一个大活人，居然就给丢了。你既然看不住他，你就别带他出来。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二明啊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回来到底干什么？我回来看你和二明啊。哦，你是看我是不是真死了？我知道，你看不起澡堂子了，你看不起我，我不在乎。我搓了一辈子澡，我看那些老客人，我知足了。你要干大事，你要挣大钱，你去干去啊！我们俩过得好好的，你说你回来干什么？我丢一个儿子，我认了，我不能都丢了啊！